大家好，我是王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马上来看到 Chapter 10的下篇吧。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封面那个照片很像一个色狼在跟一个美女讲话。这边怎么会遭遇到联邦军呢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啊？不过在我刚刚反映了那个封面的问题之后，相信应该是有人回去看封面，就会发现卷云又来解决听朵伊姆的问题了。那因为这场战斗的话算是比较简单，就是你只要先凑齐足够的二黄魂，然后开始点起一黄魂以后疯狂的殴别人，他们就会暴毙。所以我们就先跳过这一场战斗喽。してやる。熊草最近在看86号不存在的战局，我们把秀贤这样子的行为就叫做伪善，太恶心啦。但我们必须要扛足够的回合数，这关我也是打了非常非常久，我也在想说我天，这到底要怎么过关。但基本上就是杨奎啊秀贤的招是没办法吃的，那风国跟庞的招比较软是可以吃的，然后用拉冷却时间跟强化减伤的效果来尽量的撑过这个事件。真的是要撑非常多回合，那如果打不过的话就重复多试几次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白魂跟蝶泳都可以增加冷却时间，那二白魂是冷却时间2的加1冷却，那四白魂的话就是冷却时间1的加2冷却，那黑魂的话一样就是强化减伤的效果咯。
バカみたい。やめて。僕这边他已经疯掉了，他想要以立即弃赛为要挟，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救下这些虫族的战俘。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智的举动吧，毕竟你本来可以留在这一个地方然后不会被杀掉，就是因为你有比武大会参赛这个资格啊。僕僕あんた頼むよ私あんたハハ私もう十分よ。私ええやめてやめてI
哦。这个不知道是杨芊芊还是草字芊芊的人，也有那种龙神教派变得怪怪的气质哦。在卷缘冷静的保护之下，相信听朵音母应该是不会气赛了，但是被气得不轻倒是真的。这边没什么重点啊，林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赞，右下角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咯。我是小熊草，那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